飞蛾解谜，您的祷告要求是什么呢？飞蛾解谜，我的祷告就是方言祷告。你的祷告要求是方言祷告，对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不会那个悟性祷告，我只会方言祷告。我要为您的婚姻祷告，您还有您的丈夫，如果没有更坚定在您的信心的话，会有一个拦住。哎，我是想给我孩子祷告。那个婚姻已经，完不成了，这就是就我是在你说还得，的。我看不到你还有你的丈夫在一起。我说对，我要为您的婚姻祷告。OK，你说您的孩子，我看到你有儿子。对。方言祷告，我不知道刚才得到者有没有说。方言祷告，那么您领受到了方言祷告了吗？方言祷告就是我一旦恐惧来了，我就用方言。一旦恐惧来，你就用方言祷告。对。OK，刚才的道路者们有没有问到这一点呢？他们让我按照神，就是多看神的话语，就是建立信心。好的，我们要知道圣经上的话语说什么。信心是一大片的海，我们要专注到是哪一滴的水出了错差错，不是只是儿子，我看到有两个，就是一个孩子，不是，我看到有多一个。多 一个就是那个之前，掉了一个，哈利路亚，这个就是大家怎么样服侍的。你看到我们仅在说信心，我看到我要为你的婚姻祷告。OK，我还有我的丈夫已经没完没了了。OK，不用再玩了。我看到有一个儿子，好的，是有一个儿子。我说你有两个，没有，我只有一个。我这个就是信心。不是，主耶稣告诉我有两个，我相信主耶稣的话语。你真的是有两个，好的，我掉了一个。这个只是我不关注在这些。我现在要说的就是怎么样服侍别人。一看菲儿姐妹，亲爱的菲儿姐妹的时候，就像撒母耳怎么样看到大卫的，单单的辅导，我看到那个灵还在站在他的后面，没有除掉。所以来到铁杖教会，我们亲爱的菲儿姐妹，只是意识到她需要更建立在她的信心里，很好。但是我们也要知道，即使她没有来铁杖教会，她也是知道这一点的。方言祷告，亲爱的菲儿姐妹，您的祷告要求不是方言祷告，上帝只是用这个方言祷告来带你靠近他的圣灵而已。您知道彼得钓鱼，上帝不管他钓什么鱼，无论是鲨鱼还是金鱼，主耶稣不在乎，主耶稣要的就是他不要做一个钓鱼的人，给他的心。所以您愿意给主耶稣您的心吗？愿意。好的，如果您愿意的话，那么方言祷告您不应该去寻求先。寻求的是圣灵，不是寻求方言祷告。您寻求圣灵就会得到方言祷告，但是如果您寻求方言祷告，你就不会得到圣灵。圣灵，您知道有使徒保罗说有很多的圣灵的恩赐，预言、医治、奇迹等等。方言祷告只是其中之一，每个人都可以做方言祷告。所以我们寻找的是听到上帝的声音，好吗？上帝爱您。好的。我们亲爱的陈强弟兄，还有或者是才华姐妹，你们可以为菲儿祷告。请问先知要为他，寻求圣灵祷告吗？您看菲儿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不好的灵站在他的后面？首先，我看菲儿姐妹的时候，我一定要看到有些不对劲。
这就是为什么我会，把亲爱的慧灵姐妹咔嚓掉她的麦克风，叫慧儿姐妹开她的视频多一次，然后再来服侍她多一次。所以，您可以伸出您的手，您祷告的时候，您意识到那个灵离开她的，您就知道这祷告就不用再祷告了。陈香弟兄，您可以来祷告，您。睁开您的眼睛看，意识到那个灵离开他了，你才知道，就不用再祷告了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命令在菲儿姊妹后面的邪灵离开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斥责一切攻击菲儿姊妹的灵离开，攻击。好的，阿门。我看到有一片火降临到您的身体，菲儿姐妹，这就告诉了我们，圣灵触摸到了你。这就是看异象，我们不可以直接就看异象，一定要有一个暗示。那个暗示就是，有可能是做了一个奇迹。现在的奇迹就是说了一个准确的预言，我们才看到异象。圣灵的火降临到你，好的，圣灵会触摸你。然后现在圣灵想要问的就是为什么第一胎会掉出来？就是，我也不知道，就是这就扭了。是第一胎对吧？对，第一胎这就扭了，就是和他家里打架，生气掉了。生气掉了。对。好的，所以其实。我也不需要来问来确认的，圣灵直接说第一胎，他没有说第二胎等等，有可能那个是现在掉的，但是现在就是施洗约翰的事工，我们悔改好吗，菲儿姐妹？每个人包括我悔改，就这样吧。